肖战在《玉骨遥》中饰演的石影，穿的衣服以仙气飘飘的淡色系为主，他的穿搭也被网友们说是内啡肽穿搭。许多粉丝感慨表示，衣服虽然看上去清新寡欲、绝情所爱，但禁欲的感觉令人伤透。今天依旧是为大家抖库存的小韩。当天小韩看到肖战穿着一身白色衣裳现身剧组，他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从屋内走出，脸上的笑容很灿烂，阳光刺眼。肖战拿小册子挡在额头上，休息的时候肖战站在遮阳伞下，跟手拿剧本的助理练习起了对台词。接着肖战从屋内走出，候车的时候脚下不小心踩空，差点摔倒，接着他挤了挤眼睛做鬼脸表情。开拍后肖战走进屋内，给一位穿黑色衣服的男演员做了个揖，接着他拿着小册子从屋内走出，沿着台阶向下走，脸上的表情很严肃。大家喜欢肖战在《玉骨遥》中的穿搭风格吗？娱乐新闻放送。